元的宗教信仰一直是台湾最美丽也台湾令人羡慕的地方。今天台湾的民主自由跟宗教的自由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的争取才有的，那我们应该要保护它，应该要珍惜它，不仅是一个信仰宗教，更是一个抚慰人心，尤其是大家聚集在一起能够讨论公共事务的地方，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听一听宗教领袖的意见，听听在地的我们的信徒也好，我们民众的声音，这才是真正我们台湾的声音。那为了台湾的民主自由，为了我们大家的下一代，为了我们大家所喜欢跟喜爱的台湾，我们在2020年这一战，我们一定要赢。